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铁柱，今年17岁了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我是一名二人转的小演员。哇，二人转的演员，17岁就这么厉害了？嗯，你几岁开始厉害的？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二人转。7岁？哇，对对。你看我这个像我这样的老年蜈蚣，我这个行不行？你也可以就是下个叉翻跟头，下完叉你不说疼，大家谁也不知道。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要想下叉什么的硬件可能条件不够了，但是学一个转手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。那这个马丁老师转个2小时没问题，我一般3小时没问题。夸下海口，要不要试试？对呀，来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就这样，你教我一下。不要教他。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，要是我要说的情况下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一兜子就起来了。哇，接住啊，一只手指头来。哎，那我怎么就转不过来呢？他怎么不听我们的使唤？那我再给你来个简单点的，老师，来个立转，你看你们模仿学一下，看着啊。正常来说容易一些，看立转。他怎么这么听你话呢？啊，我手尖。哎，厉害厉害！来来，接着，哎，我就不信了。啊，那试试你，一二三，走走走走。走，这个我一般3小时没问题。事实证明了，你俩一点天分都没有。